今天好山居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样是夹娃娃商品啊，然后这是因为本人刚好看到在枪尾非常好夹，所以就花了10块钱夹到的一个商品啊。盒子正面这样子，然后后侧面这样子啊，正面另外一面这样子啊，然后看起来应该就是这五只所谓的龙猫的公仔，应该是这样子啊。反正就不废话了，就直接给大家看里面啊。另外一面这一面其实还蛮好看的。这怎么看都像山寨的盒子。哎呦，其实里面还蛮大的。噔噔噔噔，这只，这只还蛮可爱的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要带点蘑菇？我本来以为会很小只，但10块夹到这一只算可爱，真的算可爱。然后后面可以看到是中国制作的，上面这样子，侧后面这样子，侧面这样子，正面这样子。涂装，涂装其实我觉得还可以，就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差啦。而且大小其实还蛮可爱的，以那种夹娃娃店的商品来讲，好啦，可以啦，但个人还是支持一下正版会比较好啊。我不以为它是那种可以压的，没有，因为它这边有个孔洞，所以它压不进去。我本来以为它可以压，正面这样子，它冷冷的对你笑。侧面这样，上面这样子。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啊，这是在夹娃娃机夹到的龙猫公仔。